疼得死去活来的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事忘了。你这太神经质了，别家女孩都这样吗？你还管别人家的女孩呀？哎呀妈呀！现在就给汪老师打个电话。哎，林妙妙，你妈刚可是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你这两天要来例假。 让你注意保暖，记得喝红糖水，别再痛经了。